好厉害！妹妹绝招，妹妹使出大绝招。2019年3月9号，请出场。公鸡，这个是十只船的产品，这个是综合口味的，里面有虾子和小卷。十只鱼，哈？啊，小猫咪要看你的十只船吧？鱼。好，小猫咪，你在手上这是什么？哥哥。小卷盖，哥哥，这是十只鱼的哦。对呀，哥哥盖。好，这是石化烧，石烧走秀，化石烧走秀，化石烧走秀。好，那收起来，开始狗狗给来，放桌上，放好。小鸡打架。好厉害，妹妹绝招，妹妹使出大绝招。喷水。有碰到爸爸，碰到你吗？我勾破是防水的，我不怕。这好像科学小飞侠的那个。小鸡妈妈，嗯、小鸡 baby 怎么飞呢？鸡不会飞，鸡不会飞，谁说不会飞？会啊，什么鸡会飞？小虎，爸爸问你啊，爸爸你什么机会飞？飞机。哦，怎么这么简单？对了。等一下，有一个飞机哦。3、2、1，来不及。飞机。好了。再来一集。没有要小鸡下电梯吗？再次，没录到、啊，太高了，好了，再，好，直接下了。妈妈，要重。小鸡的皮，我只想带着小鸡的皮，那我去找朋友吧。哇，好漂亮的动物园哦！哎呀，好开心哟、哦！啊，对了，我想要带一个雨伞。对了，我叫雨帽，给你当雨伞。带雨帽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带雨伞了。可是没有手把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用大大的人来去帮我拿着。
帮我拿东西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是我的。来来呀，这里有卖小鸡皮呀。来来呀，这里有卖小鸡皮呀。小小的小鸡才是好。来来呀，这里有卖小鸡皮。来来呀，这里有卖小鸡皮。好像有点不是好。我练我的绝招，也好。来呀来呀，这边卖小鸡皮呀！来呀来呀！我只能替代这里，好难过呀！来呀来呀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买小鸡皮呀？来来呀，要不要买小鸡皮呀？啊！怎么了？哎，这位先生，你要不要？来买小鸡皮，先刷一下两个小鸡好不好？不要哦。好吧，那就只好吧。啊，对好，我来试试看脱皮，我来试脱皮，试脱皮，撕撕。好凉爽哟，终于不会热了。哎呀，我要去上学了，我也要去交好朋友了，拜拜。那我希望我演一个搞笑，会让你们笑。没有个蜜蜂飞。妹妹，我要看屁股，再一次来，要久一点的蜜蜂屁股。蜜蜂屁股。摇屁股来，摇屁股。啊、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爸爸，三二一，耶！耶！那个蜜蜂不会傻傻飞的。我更喜欢我的一片石头，我更喜欢我的一片石头，还是小绿豆呢？拜拜。